哦，好凉哦！我今天有专属秘书干儿子啊，这个干儿子不错。怎么没有了？我这有专，没有，我这有专属秘书。谢谢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哦。我们下个行程是月土登陆，所以我们绕一圈。我们应该会三点多一点点回来，因为我们四点半手术完就会一个多小时可以，因为我那个时间可以调整。好，原则上我们40分到50分，我们会三点大概20左右 ，OK。好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。刚才我有去偷看一下了，因为我们有埋暗桩，今天算你们好运，会给你们惊喜。好，先介绍一下这个。雉鸡现在在山上，我很久没有看到了。我们这边好了，随便再额外插播一下，我们这边有山兔、山猪、山枪、穿山甲，还有山兔。对，兔子哈，兔子肉，野兔兔子肉超好吃的，它嫩嫩的，很嫩。长腿兔吗？我们这边我不知道的，以前阿伯就有去抓，超好吃的，比那个山鳖鸡好吃，因为它的肉哈在跑，很嫩，很 Q。下次再吃，好，抓得到再说。这个哈，先介绍一下这个，因为这个刚好在这里，等一下我们就往上走。这个是故意放在这里。